我们每周给他准备三份这个活哈，他们自己回家自己插花瓶。来看一下，这周给这个阿姨送了三份花，咱们一会儿把这个花做完一块送钱。阿姨比较喜欢花哈，所以我们今天选的花的种类比较多，希望做的丰富一点，然后这个阿姨可能更喜欢一些。而且说是阿姨比较喜欢浅色系的花，我们看一下啊，这是艾比达的非洲菊啊，有点像空气卷，这个叫布拉格。艾比达的非洲菊质量还是很好的啊，这是一只荷兰的绣球啊，是粉色加点绿的那种双色的绣球。这是荷兰的鸢尾啊，白色的加点黄点的啊。后边这个是木绣球啊，这个是香豌豆。这还有蝴蝶洋牡丹啊，还有银莲花，这是银莲花啊，我们想找的长点的，终于找了一扎稍微长点的。这个是小手球啊，这个也是今天的主角啊，这是前天买的特意养开的，这是牡丹。牡丹比较富贵嘛，老人家生日肯定找到富贵的花哈。这个是玫瑰啊，方德的，昨天刚刚到的，养了一晚上水，状态正好的时候。这还准备了一点蓝星花啊，一会儿看吧，放里面好不好看，一会儿试试再说。咱们那花束打完了啊，我们准备包一下，来看一下啊。
给报一下啊。好，咱们用一个粉灰色的哈包装纸，咱们包一下这个花。这活儿咱们就做完了啊。祝这位阿姨生日快乐啊，也希望她能喜欢这种花儿。好，谢谢大家。